摇钉滑脱术后，腰部直肌需要佩戴多长时间呢？一般是3个月，但是呢，我们会根据手术的情况、患者的身体的胖瘦、身高的高矮等呢，进行适度的调整。这个另外呢，配备时间过长，可以引起腰部肌肉的萎缩、腰部的僵硬。这个最新的国外文献研究揭示啊，术后的直肌佩戴4到6周与6到8周的疗效是相当的。当然，如果康复的情况欠佳，适当延长1、2个月也行。按具体病情、不同的疾病，对腰围、腰部的固定直肌的佩戴要求是不一样的。所以说呢，腰部的固定的直肌作为一种治疗的措施，时间佩戴过长会出现腰部肌力的减退。肌肉的萎缩，肌肉活动的受限，可能在取下腰围之后啊，会产生进一步的疼痛，反而不适应。如果配备过短，起不到明显的腰部的保护作用，可以使内固定还没有在完全融合这个之前失效，可能会出现钉体的松动，融合的失败，而导致手术的失败。所以说，佩戴的长短是根据患者的病情。这个程度、手术的不同，依着患者的康复的情况进行合理的选择。这个恢复期呢，如果恢复期呢，患者有大体力的活动或外出呢，这个呢相应的配备呢时间就要相应的长一些，是吧？如果说患者呢只是说做一些轻微的活动、轻微的加强这个。劳动一般呢，配备的时候呢，可以适当的短一些，可以呢。另外在后期呢，也可以是在活动的时候，做一些家务劳动的时候配备，休息的时候呢，就可以进行去除了。